灯光，这应该 OK 了。啊，今天中华民国98年，哎，几月几号？11月4号。然后现场是云林县政府，现场是今天有一位很漂亮的美女，她生日，她姓庄，然后我们请她说几句话，好吗？不太好了。我们大家在这边为她祝福，然后希望她生日快乐，天天身体健康。好。好那我们再唱个歌吧。好。人家扎红啊。真的吗？啊，不用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天接吻那没有唱，明年啊，明年还在这边过嘛，哈、哦啊，好，这是我们现场式的吴昌立，然后惊艳老道，很帅气的吴昌立。然后这是我们配方姐，我们配方姐是资深人员，你投了，资深美女吧？对啊，好吧，来换下蛋糕吧。而且都是我们的美女，我们现场是美女。主任还没有说，还没有许愿。还有我们的帅哥，主任要许愿了，主任要许愿了，快点。我们志伟哥最近理了一个新的头发，脖子吗？他不敢看，让人家看到他的弹头。蛋糕，对蛋头。来看一下，来，好，许愿，来，现在也希望所有的同仁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还是可以看到你们。当然了，我还要来吃蛋糕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6岁。主任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快乐。我还没转播到。可以了。你还没转播。云林县政府现场是特派记者张宏明为您报告到此，谢谢。OK， 好。